每天呢在同一场地进行两场比赛，那五六日当然就兵分两路，那有另外一组的三连战呢是到第二地来进行。这个球打成一个滚地球，但是垒上跑者先起跑，哇，否则就要六四三了。对，不过如果是没有先启动的话，然后有可能这个球也放掉不打，所以应该是一个打跑战术的一个下打。那至少把一垒上的王维仲呢推进到了二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确实啊，对，出手的瞬间跑者就走了，所以打到比较勉强。对对对，看的动作，所以有时候战术是两面刃。对，没错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战术是成功的，是有推进的效果。